上帝，你也太美了吧！好，现在音乐是不给我下的意思，是不是？我要上吗？你是我最重要的决定。台语，准备好迎接你的新娘了吗？拿麦克风，不用不用。好，抱歉，抱歉，抱歉，说的目光移向到幸福大门的方向，让我们热情且带着祝福的掌声来欢迎今天的女主角登场。现在音乐是不懂下的意思，是不是？你是我最重要的决定，我愿意每天在你身边苏醒，就连吵架也会过瘾。我在想说你们有快一点，因为我想太凶。好，来献上我们的小道具。我愿意每天在你身边苏醒，就连吵架也能过瘾。好，因为新娘呢超级注重仪式感，在日常的生活呢，她觉得浪漫不是只有男生可以给女生的，女生也要预备的对她的爱啊。所以在大家见证人民进的时候，她想要对我们的台语表达感谢，他很开心在这个人生的旅途上能遇到你。我不是因为这个才认识你吗？好，给我们新娘一个掌声。